上酥脆的烤鸭，油亮亮鸡腿，三宝烧腊便当，让人看了口水直流。一只大鸡腿，七片红烧肉，两片香肠，两颗卤蛋，外加三道青菜，这样一个满满的三宝便当，你愿意花多少钱？大概至少120吧。哦，我大概觉得是130。不用130，也不用120元，因为网友说这是他吃过最夸张的便当，只要几百扣100元，一个便当竟然有一台斤。单纯有鸡腿，然后有三个菜，差不多就100块。哪一家店想去吃？也难怪民众惊呼连连，跟平常的三宝便当相比，鸡腿、肉、蛋的数量就有落差。以一般的物价来看，鸡腿至少60元，两颗卤蛋30，外加白饭10元，三样加起来就已经100。剩下的红烧肉加青菜根本就是免费大享送。我觉得 OK 啊，吃起来啊，除了我吃，我妈吃，我爸吃，全家吃，公司的人都吃这样。网友纷纷跪求店址，表示实在太狂，光是卤蛋就赢了。还有人开玩笑的说，你可能长得像阿姨的小孩，应该是和店家熟，加上快接近打烊时间才去买，才有这种分量。这个塞超满的百元便当也瞬间成为热门话题。由林欣丹、景晨台中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